手术室基本技术常规。当您要进入手术室前，需使用识别证刷卡方可进入。换穿刷手衣裤，将上衣的下摆及裤带塞入裤内。依序戴上帽子及口罩，帽子需完全包住头发。戴上口罩，带子需系紧于脑后、颈部，侧面以不露出口鼻为准。口罩可依个人有无戴眼镜而选择蓝色防雾性或绿色普通口罩。然后再穿上鞋套。此时可至镜前做一总检视。检查您的指甲，不可过长或过于尖锐。取下手上饰品、手表。放入裤袋内。这是标准穿戴刷手衣裤的样式。然后即可进入手术室内。刷手者站于刷手台前，按下给水开关按钮，以清水依指尖、手、手背冲洗双手后，保持指尖向上，肘关节在下，至刷子合架处，以右手夹住刷子，水平拉出。此时手及刷子不可接触周围容器。以右手持刷子，刷毛向上，离刷手腋出口约5公分处，以便承接挤压之刷手容易。以右膝压刷手容易控制板，使挤压出适量刷手容易于刷子上。左手指尖并拢向上，右手持刷子，来回刷指尖20次。将五指打开，沿着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各指尖来回各刷10次，然后以螺旋状方式刷手尖、手心、手背各10次。以左手接过右手之同一刷子，
依前述方法刷右手，指尖20次，指缝、手心、手背各10次。继续以刷子刷右手前背至轴上5公分之各面，每一面都需刷6次。弯曲右手前背，以刷子依环形状法刷肘关节皱褶10次。以右手接过刷子，使刷毛向上接出适量，刷手容易。依同法刷左手前背至轴上5公分。将刷子丢于刷手池内，右手手指合并，指尖朝上，依序由指尖、手、手背用清水冲洗，同法冲洗左手，注意不可来回冲洗双手，另取一刷子依前面所示范之动作做第二次外科刷手，此次 只需刷至手肘即可。注意，刷手时指尖不可朝下。顺势将刷子丢于水槽内，再以清水冲洗双手上肢，刷手容易。刷手结束，双手保持在肩部以下、腰部以上，指尖朝上，以足部碰触自动感应开关，即可进入手术房间内。成大医院手术室。